天结婚了以后，你肯定要对我好一点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对你好好的啊。啊，对，我就这一个闺女啊，你必须对她好，听见没？哎呀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阿姨。哎呀，都啥时候了还叫阿姨呢？媳妇儿，哎呀，老 baby。盘点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反转剧情。电话里不说你90斤吗？我怀孕之前60斤。你都怀孕了，你还出来相亲？因为我想给孩子找个爹。对不起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有个别墅，2台跑车。你看错人了，我还不是那样人。我还有5亿2000万财产。这个，哎，你说咱孩子叫什么名儿呢？咱孩子。随你。我的草原，我的马术，我想咋耍。看那什么。孩子，你给我带孩子，我把你都养到20多岁了，我再给你带孩子，你咋长得不才，你咋想这么美呢？哎，我就给你问问，我又不能真让你带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哦呦，你咋那么能吹呀、啊？又不是母鸡下蛋，还有找个人啊，啊，和你一起生啊。得，停停停，不对。我已经很年轻了吗？啊、真的吗？真的年轻。漂亮吗？我说实话吧。再不好，还有比我还俊的吗？没有。确实没想过比我年轻的。我不喝了，我戒酒。什么？你要戒酒？对，我要戒酒。你不是你有什么资格戒酒啊？人有钱的为了养生而戒酒，还有车的还怕酒驾而戒酒，人有本事的为了前途而戒酒。不是我说你啥都没有，你就剩下这点酒量了，你也不做出点成绩给别人看，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个10块钱，我操，这么贵。那个呢？这个3个，我操，3个，我操，我操，太贵了。这年轻人，我操。哎姐，你裤子穿反了。嗯，哎不是姐，你裤子穿反了。哎呀，哎姐，你裤子穿反了。哎呀，我知道这里那么多人，我能在这里换吗？更神经病似的。这搞得挺厉害啊！对，你们俩什么放心吧，说别装，你看你那手柄了啊，装这，见，哥处的性哈，哎呀，我这兄弟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整一两个下是真的啊，差不多都装，谁还不懂啊？装，刚装，好，哎，装，谁还不懂啊？行，可以，嗯，30块钱啊，好，可以，哎呀，整一两个下兄弟是真的，我，哎呀。叫人一晚上好吃，蹭上狗手，下午还来。一百的，没零钱，兄弟。今天没零钱啊？不是，没零钱。掉了啊！慢掉了，你看你。哎，没零钱，没啥的。中，可以。下午好吃，接着来。哎呦我的妈！给我一个不打你的理由，不然让你尝尝皮菜炒肉丝的滋味。我不会告诉妈妈，这个皮带是猪猪阿姨送。这个理由很充分，爸爸接受。哎呦我的妈！爸爸，我刚刚被你吓着了，想吃点烧烤压压惊。走，安排。一袋200克真心瓜子，一共969克，啊，其中有一颗坏籽，2颗残疾，3颗虫眼，4个半拉牙，这是7颗全牙。还有16个皮儿，36个开口呗，啊，900克全籽儿啊。好白菜都让猪拱了，这句话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很多美女找的男人都是垃圾。那你对此有什么感触吗？同样是猪，为什么不让我拱呢？咋了吗，我的腰？你哪里来的腰啊？我全身上下最细的地方。
大呀，我的妈！小金，单身吗？要不要谈场恋爱？那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，明白吗？叫老公，爱我吗？有多爱？